是的，我们的确是国内第一家生产小型易拉罐灌装机的企业。无论啤酒玻璃瓶多么美观，甚至具有独特的造型和颜色，我们依然无法阻挡易拉罐时代的到来。易拉罐具有重量轻、避光等天然优势，许多新兴的精酿酒厂选择易拉罐作为他们的产品包装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小型灌装机的出现给精酿酒厂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性。我们经过2年多的研发，推出了一款极具竞争力的产品，它能助你完成目标，是一款真正意义上适合我们的产品。对于这台设备的各项性能，公司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。为保证有效周期，溶解氧要低于50，还要保证灌装的效率。因此我们采用了目前技术要求非常苛刻的敞口灌装工艺。我们对设备进行了6步绝氧处理，首先在灌装前端增加了填充二氧化碳的功能。二氧化碳比空气重，并且快速注入罐子的底部，形成二氧化碳层。底部的二氧化碳在灌装时隔绝了上层空气，起到了关键的作用，并且灌装之后的酒管在升起的过程中起沫，在啤酒最上层形成弧形的泡沫盖，以及灌装抬起后迅速关闭的灌装口，也能更好地起到隔绝空气的作用。与此同时，灌装完毕后迅速的落盖和落盖前的二氧化碳吹扫，第一时间隔绝了落盖部分的空气，最后落盖时被挤出的泡沫将灌口上层的空气带走，更是有效地避免罐内溶解氧的产生。易拉罐在运输过程中会有灰尘产生，在灌装之前要对易拉罐进行清洗。在机器上我们集成设计了清洗功能，无论是冲洗还是消毒，客户无需再单独购买清洗设备。系统控制方面，我们采用物联网对产品进行在线升级，可实现远程高效系统升级。